这个视频你们看过没有？这只灯泡居然不用通电，轻轻放在这里就会点亮。由于磁力刚好等于灯泡的重力，找到左右平衡点，灯泡就会悬浮起来。好家伙，不用电，用磁力就能让灯泡去亮，这怎么可能？买了啊，开箱。一个灯泡，一个磁盘啊，这个样子啊，这个东西也就花了我这么多，接不到吧你们？但是就这玩意儿，把它往上一放，这个灯泡就能亮。我咋不信呢？当你在沙漠快要被渴死的时候，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杯水、一杯尿和一杯毒药，你会怎么选？那我当然会选择尿了，怕是只有傻子才不会选择尿吧。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亮啊。哎呦，哎，它真的亮了。哇哇哇，我撒手了。哎呀，它这个磁力还挺大，但是它怎么浮不起来呢？哇，它这个中心点还很难找啊。哇哇哇，我成功了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，它真的悬浮起来了，而且灯还在亮。你们谁能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个什么原理？你们看，让它转一下圈啊，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而且据说这个东西你怎么碰这个灯泡都不会摔倒，咱们试一下啊。你看直接被吸住了，它这还有一个开关，可以关可以开，咱们关灯看看效果。那效果还是挺好看的啊，但是你们不会真的相信它不需要电了吧？它这个灯泡确实是不需要电，但是它底下这个盘是插着电的，但是也很神奇，为什么他们两个不基础上这个灯会亮呢？你们谁能给我解释解释？